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啊？啊，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，醒，还能看到蓝二公子如此景象。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不远。人生得意知己足矣。威灵在哪？魏如仙被我们丢入了乱葬岗。威灵到底在哪儿？不仅仅是金陵，就连韩光君也着了你的道。威灵，不错，威灵，谢谢。我早知道他是威灵。蓝湛，蓝湛。你到底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蓝湛，你昏迷这几日，蓝二公子每日晨昏都来这里为你弹琴清心凝神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有悔。什么悔？不夜天没有和你站在一起。我想带你回云深不知处，来回去藏起来。你把我当成什么？我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江氏之事还请南二公子不要插手。我曾经把你当作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确实不成。蓝湛，你还说你不喜欢兔子，我们把它买下来吧。魏婴，